说比赛。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 M，大家好，感谢收看桑塔叔为你带来的 Dota 直播比赛解说。来看一下 VG 对战 Wings 的第二场马尼拉大师赛的预选，来看一下这个双方的 BP。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第一场比赛呢是 VG 比较轻松的拿下了比赛，感觉就是 Wings 在前期这个必须要打出线优的阵容呢。没有能够打出来一个好的线优啊，没有能够打出来真正的有意义上的线优，也是导致被对方直接给打崩了。尤其是在因为在中期啊，你从双方的阵容上就能明显的看出来，在中期的一个节奏感上和节奏能力上，双方不是一个档次的。爆发呢也比较低，也缺少一些足够多的控制，所以呢容易被对方打反手。Wings 这场比赛一手直接拿了 VS。双方的前两手 BP 的班人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一手拿的是一个 VS，看看 VG 准备去拿谁。马尼拉大师赛这个比赛。他的这个比赛的开始的时间啊，其实我个人感觉多少还是有一点尴尬的。他这个马尼拉的比赛，他的比赛的线下比赛时间是在5月份啊，他是在5月份，也基本上就是说在春季赛的前后。然后呢，在这个3月底，再过几天啊，再过2天的话是这个 DAC 的比赛，DAC 的比赛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赛事。哦，对了，DAC 这个比赛，说实话，我还没有问这个版权的问题。OK，咱们接着来看比赛啊。这场比赛从双方的这个拿人来说的话，这场比赛 VG 仍然是拿了这个大鱼加上术士，放给你一个搬小狗的机会，放给你一个搬小狗的机会。花了很长的时间，Wins 这边看了，花了好长的时间在想第二手。拿了一个发条，发条这个英雄。我觉得这个 Wings 也挺有意思的，在对方拿术士的情况下，这个就是硬拿发条。拿发条以后呢，VG 是选择 ban 了影魔，防止你拿这个影魔加发条在家里偷偷摸摸的去反补这个齿轮玩。刚刚 Wings 是不是要 ban 一手小狗？VG 不出意外的话，有可能要在这个第四手，还是要搬一个海民。最近这个 Wings 拿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海民这个英雄，海民和冰女。但这场比赛感觉拿冰女的概率可能不是特别高，上一场比赛已经拿过了，所以这场比赛拿的概率不是特别高。Wins 感觉最近在这个 BP 上面啊，选择搬了一个土猫，搬了一个薅羊毛的土猫。这个主要还是针对这个选手在搬人。另外就是搬掉土猫的话，中路的这个英雄应该可能会放一个比较容易被游的英雄，但是发育起来比较厉害，但是前期被游走的话，生存能力差一点了。因为除了土猫以外，前期对于中路的影响比较大的英雄的话就比较少了，他就是隐次赏金这类英雄可能会对于中路有一定的影响。屠夫这个英雄现在更多的是对于边路去造成威胁，对中路呢有的时候只是过来吓唬吓唬你，啊，对你造成的心理阴影可能更多一点。
VG 是在第四手搬掉了小黑，防止你拿这个小黑加 VS 这种双光环的一个推进，然后呢再配上发条的一个体系。Wins 第四手继续搬沉默术士，还是放你的鱼狗，还是放你的鱼狗。运斯在第三手掏了一个蚂蚁出来，去打对方的这个鱼狗，采用的用蚂蚁去打，蚂蚁加上 VS， 中单的位置的话，现在搬掉了一个土猫，搬掉了一个沉默，中单打卡尔打 TA 的可能性都比较高。对方的这个阵容现在因为四号位还没有拿，所以他们也没有人搬小强，所以拿蓝猫的风险略大。VG 这边再拿了一沙王，拿了沙王的话呢，就可以考虑去，如果说是防止对方用这个小强去针对蓝猫的话，现在 Wins 应该在第四手可以拿蓝猫了。对方还是把这个中单留在了最后一手。Wins 现在是不是打不过 VG 勾啊？讲道理的说，现在中国没有能打得过 VG 勾的队伍。现在如果你说国内的队伍实力第一的，我个人认为应该是 VG 勾。牛逼打 VG 勾，我觉得都吃紧。Wins 是先掏了一个剑圣出来。VG 勾的这个状态好的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在凑齐了这个 FFF 团以后呢。刨开中路这个选手，因为是刚来，所以呢，这个实力可能还不够稳健之外，其他的选手在比赛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几乎都是世界顶级的水准。LTK 的三号位现在绝对是世界上顶级三号位之一，然后 FI 的这个四号位呢，我觉得他的表现有目共睹。分队的五号位现在打的也是非常的稳。然后一号位的霸气跟二号位中单的这两个人应该说是现在VG 勾可能还需要再去继续去磨练和提升的两个选手，其他的人最近的表现基本上算是没有什么，几乎是没有什么瑕疵。牛逼的状态好是牛逼的状态好，说实话，这个东西谁也不敢轻易去说，因为牛逼现在打的比赛比 Wins 还少。Wins 最后一手是掏了一个剧毒出来，他搬掉了丽娜，搬掉了一个沉默，然后呢，对方搬掉的是一个影魔，他拿这个剧毒出来的话，其实有一定程度是防你的 TA。他其实有一定程度是防你的 TA。另外就是剧毒这个英雄在如果去打中单的话，现在。走物理流中单的话，这场比赛其实空间还是不错，因为这队友里边两个人可以提供减甲。中单剧毒现在也不算是一个特别冷门的点了，因为现在这个最近的比赛里边，maybe 打中单剧毒打的特别多，然后有那包子吧还是谁来，上次也打过一个中单剧毒。这场比赛如果说是打中单的剑圣打一个酱油剧毒的话，我觉得不如打中单剧毒好用。打野剧毒的效率确实不低，但是打野剧毒在这个版本里边，就是按照我给大家出过的那个视频，如果大家没看过那个视频的话，可以搜一下。就是在 7.0 啊，而且是 7.0 的版本， 7.0 的版本打野剧毒五分钟出梅肯的那个视频，五分钟做出梅肯的那个剧毒，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打野效率确实不低，但是他对于打野第一个是运气，第二个是你在打野的时候这个节奏感的掌握必须特别的完美，不能受到一丁点的干扰你才能达到那个速度。野区毒瘤五分钟其实也就是两刷新两个神符的时间。大叔现在的 EG 和 Liquid 的对比如何？现在的 EG 跟 Liquid 的这两支队伍应该是世界最顶级的队伍，这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两支队伍到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就他们在队中的五个位置都是无懈可击，五个位置都是无懈可击。OG 这个队伍，他们感觉就是在比赛当中上限大，下限也上限很高，下限也很成问题。啊，这支队伍还是需要再去培养。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对于就是中单安娜这个选手的年龄还是太年轻了，年轻的选手就是他的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场比赛中单的剑圣，二兵的一个四号位居多，一号位的一个蚂蚁，还是选择让这个蚂蚁来对付狗，还是选择让蚂蚁来对付狗这个点。好，我们来这边先借助一会儿别人的 OB 啊，然后我先调整一下状态，因为这个，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习惯这种说话的方式，发声的一个方式，所以脑子里边总是要惦记着这个说话的这个问题，脑子有点分不过来啊，稍微要适应一段时间。关于就是有观众说这个 Wins 这个状态什么乱七八糟的，其实我还是那句话，看 Wins 的比赛，开心就好，开心就好。他只要拿出来这个阵容，你看着觉得有意思，打得比较有意思，就行了。没有不付出代价的这个，没有任何人这个你在测试阵容的时候是不付出代价的，都要付出代价，这个是很正常的。不要去过多的去苛责成绩，有成绩又你又要求一个女的活好，又要求她是个厨，你觉得可能吗？对不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总要有一些取舍。如果两者能兼顾，我们要找到兼顾者最好的那个点。TI6 的 Wins 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兼顾到最好的那个时期。那么在随着版本的变迁，对吧？一代版本一代神。随着版本的变迁，多少都会出现一些问题。TI 举办了6届，有一支队伍拿过2回冠军吗？对，没有。所以说这个并不是单纯的说是，所以这就印证了一个最简单的话，没有永远的一个王者。你不可能说你这些人在一起永远都是必胜的。何况还版本还在变，对吧？你不像足球比赛、篮球比赛，足球比赛最多就是每年换个球，今天换个球，明年换个球，也就这个。这里一个锤住薅羊毛，这里感觉是要交一血的尿性。哎，这三个人输出还差一下，再点一下，点死。这个皮杰羊什么鬼？皮杰羊这边为什么第一时间不走啊？这有第二个锤吗？又是这个套，不是这个。哎呦，好怪啊，这哥几个，这 VDD 两个人什么意思啊？被这三个人用同样一个招数打败了2次，你们就算不是圣斗士，你们也不用这样吧？不是这个是什么套路啊？VG 在下路旁边，大鱼被怼的时候，杀王仔那个地方特别淡定、安心的看着自己的队友被怼，然后心中默念：“你再多挨2下打，我能把这兵补了。”结果补完兵就被人弄死了，这什么意思？你就算一级升的是被动，你过去意思一下，A 2下把人炸个减速出来，这也行啊，完全不管。然后大鱼死了以后呢，被人过来又给上一个减速，又被打死了，是什么意思？这个确实不是这个选手的实力问题，这个确实打的有问题。薅羊毛这个地方又是同样的战术，你看那个羊又在旁边站着不动，又被锤住，然后开始打。这也就是二兵这身上没有 E 了，二兵要有个 E 的话，又得逼你一个技能出来，一个穿刺走。你大鱼这是什么意思？血祭的停不下来啊！哎，这个又被二兵给找到了。二兵身上有一个 E 的，二兵身上是有一个 E 的，这二兵身上是有一个 E 的。大鱼往那个地方走，这真是应了那句歌词了呀，对吧？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可以的，可以的。不行，我这嗓子不行，让我媳妇给我买点药。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好，回来了，咱们接着看比赛啊。来，咱们看一下现在的补刀啊！现在蚂蚁补刀是全场第一，小狗第二，女王第三啊！补刀是中单的这个剑圣的补刀呢，其实现在也还可以，13-5，女王15-6，差的不是特别多。皮切阳这个时候跑来野区打波野，但是自己状态打得好残啊！这波野打的。face 边这个地方是在自己的这个即将结束以后被对方给上一个穿刺，一个脚踩，血迹小明鞭啊，血迹小明鞭，这个套路好久没见了。刚才我说错了是吧？说成这个小狗给了一个穿刺是吧？说错了，说错了。刚才那个再跟说两句话，说两句话，这边又忘了。剧毒这场比赛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想开始去打野的时候呢，对方也是在不断的在骚扰的，因为知道你剧毒打野快，而且对方也是在野区插了一个眼，知道你剧毒打野快的情况下，我肯定是过来骚扰你一下的，因为剧毒的这个打野他不是特别容易被对方击杀，就是剧毒在打野的时候对方很难杀他，也很难去抢他的野，因为如果你抢他的野的话，结果就是被对方这个蛇棒啊，被这一地的大棒子。这个又直又长的一个大棒子干了个爽，对吧？但是呢，这个剧毒拿对方打就骚扰打野也没什么办法，你就只能是看着对方去蹭经验，只能看着对方蹭，一点用都没有。现在人头数是3-1，那么这场比赛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这边这个被一些事情稍微干扰了一下啊，那咱们接着赶紧进比赛。哦，对了，我的这个剧毒现在的等级是4级，4级的剧毒去收这个远古，其实还是有点困难的。这个 OB 为什么总是？我觉得这个 OB 有问题啊！这中路都被人干死了，也不过来切个屏，我真是。加速的女王从这儿，我看小地图，加速女王从这儿，从这个地方过来，然后呢，blink 到这个地方开始追这个剧毒，从这儿一直追到这儿给追死，这 OB 都不带切屏的。唉。来看看经济情况，现在将近8分钟。经济方面，目前这个 Shadow 的蚂蚁是排在全场第一，第二名是妖精的这个小狗，距离自己的臂章还是差的比较多。挑刀在中路这个开钻去
清哎呦，女王这一波呀，这里跳到非常及时的一张 blink 一个 TP 回去了。跳到这波反应还是很快，而且这波确实也是很极限的一波逃烧。不过感觉好像 FaceBand 这儿稍微有点危险，这里剧毒赶过来给上减速，可以救下来了。而在另外一侧，女王这个地方也是被对方集火了一下，自己赶紧一个 blink 逃走。Shadow 赶过来帮忙呢，也并没有收到足够多的人头，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清一清对方的兵线什么的。看看蚂蚁是直接绕到塔后，看来是准备对这个这对方上路这儿搞一点事情，已经开始在这个树林里面插蛇棒了。皮斯羊的这个沙皇是直接原地扑沙子，欺负你没翻眼，就是欺负你没翻眼。树林里边的一个树是怎么办？也得接着插蛇棒。这个拿这个沙子扑沙子的沙王没辙，这个确实是有点问题。看看跳刀在中路的发育前不是太乐观。到现在为止，经济只有不到3000块，排在全场第四，跟对方沙王差不太多。剧毒的英雄，剧毒的经济现在来到了2600，发条的经济现在只有2000，在上路也是被对方这个小狗怼的比较惨。从发育的情况来看的话，现在其实双方差不太多，双方差不太多。大哥位的经济呢，两边相差不大，三号位的经济差距比较大，三四号位的差距是比较大的。这里剑圣也是一个转，直接躲掉对方的一个吼的伤害。下路线刚才 Shadow 不要了呢，主要也是放给了这个发条去补一下，因为现在发条确实是比较僵，这个发育的情况。刚刚升到6级，赶紧磕一个小蓝，连回家补蓝的时间都没有，赶紧磕一个小蓝，回到线上接着去保证自己的一个发育，随时准备 TP 支援。但是一个小蓝给他能带来的这个回蓝的效率还是比较偏低，他的技能，发条这个英雄的一套技能还是挺费蓝的，需要300多蓝的一个支持，所以他等于是，哎，这个被没推出去，对方女王也赶过来了，一个大招打上来，给一个平 A， 这里一个勾，临死之前放了一个勾，定了一下对方的小狗，这个小狗的大招也用过了，这个换掉一个妖精干得漂亮，但是对方双倍的一个女王。这个双倍的女王是非常极限的，又点死了你的外队的一个 VS。那么这一波互换的双方人头数来到一个4-4，小狗这波被击杀掉，换掉了对方的一个三号位和一个臭酱油，那么还算是可以吧。关于近战中单打近战英雄打中单方面来说的话，这是。女王就是专治各种近战中单，专治各种不服。因为一般来说拿这个近战尤其是近敏英雄去打中单，对对方的这种智力型中单的时候，往往对线的这个智力型中单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腿短啊，腿短没有保命能力，这个是你近敏英雄去打对方的这个英雄的一个核心点，就是说你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利用自己技能等技能的优势，看看敢不敢换过来先，一个锤锤住，这个没有来得及扑沙子，而且对方提前插好了一个针眼，这波皮剑羊是被三个人的一波游走直接带走，贝斯边接杀掉对方沙王以后拿到242块钱，也还算是发育了一下自己的，发育一下自己的这个经济。回答直播间观众问题，关于嗓子的问题是吧？嗓子稍微缓过来一点点，稍微缓过来一点点，而且这个嘴里一直含着药，你知道？另外就是你没觉得我的声音跟平时稍微有点区别吗？女王这个英雄其实从肉的程度上来说她不算太脆，她因为成长比较水桶，这个英雄你看她现在的这个她现在等级是在10级，她现在的三维基础三维是31、36、46，所以她这个成长在一般来说就是像偏水桶的一个成长，1.7的力量，2.0的敏和一个2.5的智力，这样你就可以在她
高等级的时候呢，拥有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血量和还算说得过去的护甲，所以他稍微撑一撑装备，你就感觉这个英雄没有那么容易秒掉。近战一行中单去打女王都基本上打不过，反正我现在想不出来谁哪个近战英雄说打女王能打得过的，好像是没有。先上这儿一个无敌斩，直接找开转，对方的沙王给穿刺，这个跳刀这个大招给的，这个不理解，我就有点儿，既没有控制能留住对方沙王的这个去追杀对方的沙王，也没有减速，也没有反隐，这个大招给的是什么意思？确实是不太理解，不太理解这个动作。二兵的剧毒这场比赛走的是一个秘法，然后点金啊，出点金的这么一路线，还是要偏向一个发育，然后出秘法没砍，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四号位英雄，把三号位英雄出团队装的这个任务顶起来。这场比赛有可能会打得比较沉闷，而且这个沉闷的时间会很长。剧毒的经济目前是5100，再继续这么刷下去的话，如果让这个剧毒，就看这个剧毒后期怎么转他身上的一个装备。严格意义上说，这场比赛剧毒如果去出物理装的话很凶，因为对方的这个阵容其实挺怕物理剧毒的。女王打不过物理剧毒，小狗在看见物理剧毒的时候也是一头包啊，也是一头包，因为他会被减速。剧毒的这个被动，他毒刺的这个被动减14%的移速，这个是无视无免的。而且无法被驱散，这个效果无法被驱散，然后无视磨免，它只不过是没有伤害，它的减速还在。它走物理流的话，可以在后排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输出。走法系流当煤气罐的话，也能打，但是效果感觉不如走这个物理流的好一些。因为其实你走这个煤气罐流带来的提升，就对你这个魔法伤害的提升，大概也就是加起来大概能提升个35%左右，你的魔法伤害输出提升1/3，但仍然这个输出不是一个爆发性输出，你打完以后你人就没了。去看这场比赛，二兵怎么选择怎么出后续的装备？前两件你说出个秘法没砍这个，然后你甚至出个大鞋什么的，这个都没问题。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可以选择做的装备，就是出个大鞋，然后呢直接去接着刷这个笛子、赤红甲什么这些装备，你都做出来也可以啊，就是你把笛子、赤红甲之类的装备都做出来也是可以的。VG 的一波开悟，大鱼的跳刀，小狗的臂章，第一波开悟，看看这个开悟，第一个扫描是扫到了剑圣，扫到了剑圣 VS 在这个附近，看到了剑圣，看到了 VS， 也是直接选择了撤退。这两个人你想杀是杀不掉的，单杀这个剑圣有可能，你直接给上的一个跳彩点灯，然后小狗爆出来以后一套伤害有可能直接秒，但是如果 VS 在旁边给你换一个人回来就完了。剧毒目前的经济是追到了全场第三，超过了沙漏的一个蚂蚁，现在还在下路继续刷。这场比赛 Wins 的这个阵容选择的是偏刷的一个阵容，不管是剑圣中单的剑圣还是一号位的蚂蚁，这些都需要去把自己的装备刷起来，甚至包括剧毒也是。剧毒这场比赛主蛇棒的剧毒就是两条路，要么推要么刷，就这么两条路。这场比赛在防御塔方面，现在已经上路一塔和下路一塔都推掉了，还剩一个中路一塔，这个也不着急推。所以如果说这场比赛 VG 选择跟这个 Wins 对刷的话，这个没什么前途，他们的阵容对刷并不厉害。你的鱼狗套路加上沙王狗加上这个甚至女王狗，你都是需要去找人打架的。女王这场比赛第一件装备还出的是个紫苑，出了紫苑的话也是一个找人打架的一个局，如果你不打架这局就完了，看看能不能利用这个塔后眼去搞点事情。这块要跟对方撞，也是四个人撞了四个人，这个勾勾空了，推推过来给一个框，还真框住了。看看这个小狗怎么说，剧毒上来要放大，甩出来往后撤。对方的女王不吝啬过来，接着找你的剧毒 VS 换一手，看看这个锤给谁，给到女王身上。这个时候蚂蚁
进行收割，杀完过来一个穿刺，收掉了对方的一个剧毒以后，这个女王感觉要被毒死了，空血，蚂蚁往上撞，没撞到这个女王，又是一个 blink。这两个人从追杀的能力上来说的话，应该是追不上，因为女王的 blink CD 也很快，满级的一个 blink。外队这里在追对方的一个沙王，差一下被小狗挠死了，这波团战雪崩。蚂蚁回来收掉一个沙王，对方给上一个点灯以后呢，自己身上有魔棒，有大招，对方那个大鱼还要追，吃一口魔棒吗？没吃，直接接着跑。这个地方有圣坛，看看发条，这里女王追这个发条还没前途吧，没大招了。那这样的话，这波双方的接触应该是结束了。这一波接触是让 VG 打出来了极大的优势。人头数虽然说7-7，但这波团战其实 wins 很亏。主动进攻的一方如果跟对方打成五五开，那你就是亏的啊！你这个绝对是亏的。Wins 选择是过来利用这个剧毒的棒子，加上剪甲，加上双剪甲，加上剑圣的棒子，然后过来去打盾。沙王目前也是做出了跳刀，有大跳穿三连，术士没有大的话，这个打的应该是比较快的。剪甲一直有剪甲，有毒，有剧毒的棒子，有剑圣，这个打的还是比较快的。对方也没有选择过来去抢，Shadow 拿到了盾是交给了跳刀的剑圣。小狗这儿钻了一条黑龙，钻了条黑龙好像也是有点无所事事，拿着黑龙跟那清兵玩。不过黑龙这个东西讲道理的时候确实刷钱蛮快的，一速的话它是继承小狗，刷钱确实比较快，有 AOE， 然后呢它这个攻击本身的这个伤害也不低。这里大鱼过来插了一个眼啊，插了一个眼，这个上面好像没有反隐啊。VS 这块倒是有一个针眼，但是没有插的意思。中路这边好像要找这个术士的麻烦，这里控制一下蛇棒，点一下减速，勾中给减速。BC 的这个术士这波肯定是不能放大的话就亏了。省一个大招的 CD 也能 wins， 这段时间是开始利用跳刀的这个剑圣有盾的这个优势，开始对对方进行一个推进。装备方面，目前剑圣是8800的装经济，出的是一个相位加上分身斧。VG 这场比赛打的也是比较活，选择直接跟你换剑圣，这一张 TP 落下来以后没有塔防，剑圣第一时间用分身斧解掉对方的这个紫苑以后呢，开了一个无敌斩，不过这个无敌斩效果不太好。哎、哦，这个蚂蚁，哎呦，这个又是让一个空血的这个女王跑了，看看这一个导弹没炸到，有点可惜。欧瑞女王直接是藏在树林里面，但是没有第一时间 TP。战场的另外一侧，这里沙王摇大，对方的这个推，临死之前，不过还好剧毒已经是放出了自己大，但是为什么都不加一口没啃呢？贝斯边也是放完了这齿轮以后，死在了自己的齿轮里边，又亏了这个团战打的。命字剑这个团战打的这都是什么鬼啊？这里 VS 换回来，结果是换到了小狗的身边。欧瑞这个女王还没死，大鱼再给一脚踩，小狗过来一巴掌直接挠死外队的 VS， 还剩下一个跳刀的一个剑圣还没有交盾，这里开转接着往后撤，杀到的蚂蚁也是一个血量不太健康的状态，感觉这波这个盾要白送。哎，这个空叉技术啦。他好像是被分身符给躲了的这个穿刺，看看交盾以后呢，杀到过来转一圈，一个导弹炸死沙王，一个勾中了小狗现在身上没有大招，还差一秒钟出来有机会去钻队友，看看要不要去钻一手。挑刀，你这个开着转往前走是什么意思啊？要送了，有一个紫苑，把两巴掌直接挠死，
意思这个团战又开始翻他那投影的毛病，又是一个导弹拿到一波双杀，杀到了对方的一个术士，这里剧毒还在追。大鱼这个应该是跑不掉，因为大鱼身上他挂着一个毒，跳刀用不出来。小狗加上女王两个人是结合在了一起啊，结合在了一起逃回家里了。这波团战最终的结果打了一波3-4，不过还是很亏，毕竟交了一个盾，多交了一个盾这个团战接的头太硬了。而且感觉 Wins 这个团战接的就是爆发打不到同一个人身上，想秒女王秒了两次都没秒掉，两次都是把这个女王打成一个空姐，然后让这个女王逃掉了，头太硬。好消息呢是蚂蚁没死，坏消息是剑圣和这个剧毒两个人都死了。而且这种团是你主动去求的团，你没有拆掉对方的中路二塔，对方把你的下路二塔拆了，你主动过来求这波团，然后团战你还打成了一个3-4加一个盾，被对方打成了一个3-4加一个盾，所以这个亏的还是比较多的。讲道理说，蚂蚁的输出也不太够，蚂蚁毕竟现在它出的是林肯，没有鞋做林肯，这样的话你蚂蚁既没有攻速也没有攻击力，续航倒是还行，但是没有攻速没有攻击力杀不掉人，这个是这场比赛蚂蚁比较大的问题。看看 Wins 这波开沃过来找你，又是你第一时间这个换老是换不出来。看看大鱼这里跳没有踩出来，这里术士感觉自己命不久矣，提前开了一个大女王，这里一个大招 VS 换一手 ，VS 换一手，这里剧毒一个吹风吹起来落地还是要死，正面团又是被对波一波打崩，两个大哥呢，一个是没来，一个是来的路上走一半，那么自己的三个酱油已经全部都交了，这样的话不出意外 ，VG 应该是可以把这场比赛拿下了，感觉这场比赛 Wins 打的还是乱。VG 他们这支队伍从最近的比赛来看的话，这个状态就是对线接团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支队伍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现在这个上高地上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现在上高地，他们上高地老是成为一个就是被对方翻盘的一个点，如果这支队伍把这个上高地的问题解决掉了的话还是很有希望的，因为这些队伍你要说这些选手的话都是蛮强大，一号位的妖精这个选手在国内目前的这一号位里面打的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点，薅羊毛的四号位也是，我觉得薅羊毛的四号位应该是在过去的半年多接近一年的时间里边，中国成长最多的一个四号位，他是中国成长最多的一个四号位，也是跟队伍节奏切合配合最好的一个四号位。这里看看沙王，这女王赶到战场，身上的大招还有十几秒。女王选择出的是一个假腿林肯加上一个紫苑，大鱼这一脚跳踩留住了一个外队的 VS， 这里破一下林肯，赶紧开一个缩地接着逃。剧毒这场比赛果然还是先走了一个这个煤气罐的一个流派，没有选择去转物理，说实话这场比赛真的挺需要一个物理剧毒的，咱们讲道理的时候，这场比赛如果你去打这个煤气罐的剧毒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的队友收割，虽然你感觉上好像是有一个蚂蚁可以去收割，但是蚂蚁这场比赛很多人他追不上，他只能是去追一些，你像沙王埋个沙子你追不上了，对吧，女王一直 blink 他跑得比你还快，
小狗有狂暴，小狗有狂暴可以有钻兵，你也追不上。大鱼有跳刀，有加速，你也不好追。所以这场比赛，这个收割这件事情啊，那蚂蚁这里钻过来以后，又对方一张 TB 直接走了，能不能杀掉还差一下，打不掉了。沙漏的暗灭出来了以后呢，是团战的一个机会，看看看过命斯现在敢不敢去跟对方开这个团。现在的问题是 ，VS 又被对方给找到了。过来插眼吗？这是为了过来插眼的，应该是这个临死之前插的，这好像是。这里剧毒又被对方找到了，一套技能留住。哎呦，沙王那个大招交的有点浪费。沙漏这边一招 TP， VG 本来这个阵容他在中期的时候就是依靠自己的这个大鱼加上沙王这哥俩不断的去找节奏啊，包括带着狗，甚至还有一个 Blink 的一个女王，就是不断的去找节奏。这段时间如果你的眼做不好的话，就视野铺不好，保证不了自己一个安全的打前空间的话，那你还不如干脆抱团去跟对方推。对方这个阵容其实现在 Wins 不敢接团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术士这个点，术士这个大招每次到造成的影响太大了，他的大招加上女王的大是这个团战这个 Wins 整体阵容无论如何都无法去跟对方相比的一个点。这里又是一张 TP， 拿对方的一个 TP 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沙漏有一个风罩留住了沙王，给上一个穿刺，给上一个平 A， 这里开转往回撤，直接一张 TP 走人。这张 TP 是回到了下路自己家的圣坛，接着去刷远古。那么这个盾已经刷了，盾已经刷了以后呢，说对方 VG 这里现在是在找机会，看看这波开悟过来去找，先找谁跳踩给穿刺，女王过来一套爆发直接秒掉了二兵。Face边这里虽然说是做出了一个莲花，但这个莲花做出来好像也并没有能够对自己有太多的一个帮助。对方这五个人过来，对方这个人打盾可比你要快得多，他这个这种打盾可比你要快得多，他这个减甲跟你那个减甲完全不是一个，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小狗的装备现在已经是做出了臂章，加上天堂，看看大鱼这一脚跳踩踩住了沙漏，沙漏 VS 换回来以后也是中了一个女王大，过来一套技能直接秒，这样的 Wins 应该是被淘汰了。这个比赛现在团战就是团战，一旦进入到这种一触即溃的这种状态。然后你又不敢跟对方，又没法跟对方去接，正面团没法去接。然后呢，想打这个游击战又打不了，对方一个大鱼一个沙王，这哥俩哪个人跳刀留住你，你都得死。就属于是刷钱刷不了，然后呢团战接不了。对方只要拿到盾以后呢，直接去上你的高地就可以了。这场比赛 VG 只要把这个节奏稳住，然后把拿到盾以后呢，上高上的果断一点，就是耗塔耗的坚决一点，应该是很快就可以结束了。不出意外的话啊，不出意外的话，未来一段时间如果大家想看 Wins 的比赛的话，应该会多起来了，因为应该不会有其他的更多的这个比赛去直接邀请 Wins 了。因为 Wins 最近这段时间打中国自己的队伍，来看一下二兵，这里换一下回来以后，锤破林肯，术士一个大招砸下来以后，这里剧毒又是放了一个大，但是你看他这个大招现在效果已经很一般了。剧毒的这个大招是在什么情况下厉害呢？是在你等级有优势的情况下，就是说你的等级比对方普遍要高两级啊，你比对方高两级，这个时候你会感觉你这个大招很厉害。但是如果你等级上没有优势，装备上没有优势的话，剧毒的一个大招其实，就是你说白了，你的大招放出来了，但是你的队友没有人能够去进行一个后续的输出，你团战一接触，两边一接触，你的大哥就死了。或者你大哥冲不上去，那这种情况剧毒这个英雄的大招就没有意义。不过另外一方面说回来的话，这波撤退是为什么？VG还是在慢慢的去积累自己的优势。
上路看看跳刀开转，开转这个地方他也不敢走。开转你要是 TP 的话，对方这个大鱼有可能直接过来干你。这波女王开大，先胜。这里紫苑结算出来以后被女王杀掉。女王这场比赛也是确实太肥了。翻盘点 VG 的翻盘点还是在于这个，就是看 VG 啊，看 VG 上高这个问题上。这是他们的翻盘点，因为阵容对于翻盘能力的支撑还是有的。VG 这个阵容在中后期的装备成长性的话，这个酱油的装备成长性比大哥还要好。但是从大哥的装备成长性上来说的话，还是 Wins 有些优势，所以他们的翻盘点寄希望于对方这个上高再继续出问题，上高出个一两波问题就行了。可是 Wins 这套阵容打拉扯，就是这个团战的拉扯，说一波一波的用技能去打对方，难度本身又是比较大。所以还是要等，所以还是要等。看看欧瑞的这个女王，欧瑞女王 Blink 接着走，一个勾勾中，没有沉默，没有沉默的话，拿这个女王确实没什么太好的办法。VG，你别说 VG 这个女王真的拿的让这个 Wins 挺难受的。Wins 的这个阵容比较适合去出紫苑这个道具的，就是蚂蚁还算凑合，蚂蚁还算凑合，剑圣的这个无敌斩，剑圣这套上一个莲花以后，剑圣还在逃。开一个圣坛，欧瑞的火猫已经，欧瑞的一个女王已经是超神了。剑圣这里开一个转，继续逃，没有人能追得上。但是正面自己的正面战场已经被这个欧瑞的女王给打崩了。这女王几次空血都没有死，很多次空血她都没有死。这里推推华彩过来，留住这一个穿刺给上紫苑，强行 A 死。大鱼身上有宝石，跑不掉。野外开团，这个 Wins 在打这个 VG 的时候，几次都是想强行在前期秒掉对方这个女王，但是一次都没有成功。可以说一次，到现在为止，女王是12杀0死。他们也知道这个团战必须要秒女王，但是阵容对秒女王的支持太差了，没有沉默就秒女王的话，难度太大。你看这个女王就做了一个林肯，整场比赛杀不死。没有沉默，硬控想杀女王的话，不好杀。沉默毕竟持续时间一般来说是比较长的。这场比赛应该也是马上要结束。VG 这场比赛，这个他们只要是在野外打赢了团，VG 这支队伍在上高方面还可以。看看这一波，你看这波又怂了。你说你五个人打对面四个，你有什么可怂的？两边的技能其实，在之前那波团战都已经交过了。女王在找机会打第二波。又是把对方诱骗出来，看看诱骗出来以后敢不敢接。没有术士的大这波团一样可以打呀。这里给一个冰甲开始打，反打女王这个大鱼的跳伞，女王放狗出来以后直接找跳刀，跳到这个地方被击杀以后还剩一个 face 边，那么这里外队也是打出 GG，恭喜 VG 2-0，又是直接把 Wins 战胜。那么这样的话呢，VG 就可以晋级到下一轮比赛。下一轮比赛是进入到这个败者组的第三轮，他们的对手将会是，老肥羊和老干爹之间的胜者啊，老肥羊和老干爹之间的胜者。根据我的经验，我觉得应该是老肥羊，啊，我估计是老肥羊。好了，这场比赛呢，确实看点也不是特别的多，应该说还是体现出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啊，体现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不得不说，就是Wins 最近的一个状态也是让人比较担心，毕竟这支队伍在这个 TI 上边，因为他们是上一届 TI 的这个冠军，所以下一届 TI 应该他们是直接受邀的啊，不出意外好像直接受邀的。
所以还是比较让人替他们担心啊。那么不过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好处，就是由于我估计啊，我也说了，在之前的有期视频的节目里，我有说过，如果说他们在未来一段时间还不能够拿到足够好的成绩的话，那么这支队伍很有可能就不会再继续后面的大型比赛直接受邀。那么我们也可以更多的看到他们的比赛，他们也可以依靠更多的比赛呢来调整自己队伍的一个状态。好，这样一场比赛给大家做到这里，我是三好大叔，同时呢再次恭喜 VG 啊 ，VG 最近这个状态调整的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也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队，尤其是这些顶级的俱乐部，他们能有更多队伍，像 VG 啊、VG Girl 啊、IG、IGV 等等，像这样的队伍越来越多的能够进入到这些大型的比赛当中。其实这个对于中国玩 DOTA 或者打刀的，或者想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是好事儿。因为这种大型俱乐部，他们如果能有更加完善的青训体系出来，那么对于整个 DOTA 圈都是有比较好的帮助的。好了，这场比赛就做到这里，我是三号大叔，我们下场比赛再见。